小米九，并屏卡罗布不进系统，硬件部分 CPU 资库都动过了，还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用官方的工具包刷个机，刷完如果还不能进系统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已经成功进入这个激活界面，现在咱们输入一下客户的小米账号，看能不能激活。好，设备已经激活，客户给的账号和密码是对的。刚才我输进去以后已经进入系统。好，我们点击下一步，看一下其他的功能是否正常。那这个机器也是在我们这里放了好长时间的，刚开始就考虑小米的 CPU 和资库这些都不打胶，然后客户是重摔过的，可以看到这边屏幕已经外屏盖板已经碎裂，所以我们就主要是看了一下主板硬件部分有没有虚焊的，然后重置了 CPU， 重置了资库，排除电源损坏，还是不进系统。然后我们就给他尝试刷机，还好啊，救过来了。设备新设备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